第十二题，已知一元二次方程是 x 平方减六 x 加 b 等于零，可以把它配方，配方成什么呢？配方成 x 减 a 的平方等于七。这个它这样子配的话呢，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些线索。现在呢，请你把七移到左边，这时候就会变得比较清楚。x 减 a 的平方减七之后等于，所以我们就知道第一个式子的左边跟第二个式子的左边呢，会，这两个式子会相等。原因是呢，左边这个式子是由配方而来的，它只是换了不同的形式，还是同一个式子。也就是说，x 平方减 6x 加 b。就是 x 减 a 的平方再减七，这两个是一样的。题目现在要问的是，x 平方减 6x 加 b 等于二，可以配方成下列何种形式？我们把这个 x 平方减 6x 加 b 呢，这个把它换掉，换成 x 减 a 的平方再减七，等于二。那把七呢移到右边，所以呢就可以得到 x 减 a 的平方就会等于九，答案选 B。